나모미토바나모오미토바나모诸位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又果是咱演讲《楞严经》的开始咯。那么今仔日呢，演讲已经进入了第73天咯。咱前讲这个十二因缘呐，有这无明、行识、明识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爱、处。那么有啊，已经讲完。今天要讲这十二因缘的生甲老死啦，也就是要把这十二因缘圆满甲解释完毕。那么咱前有讲啊，咱之所以生死轮回，都是由这十二因缘困住掉的、绑掉的，寸步难行，无多顿顿三界脱离六道啊，所以有生死轮回啊。那么讲十二因缘，应介绍十行咯。后边呢，还有一个生跟老死。那么生是如何呢？来注意听哦。何为生啊？就是转生、投生的意思，是现生所做之业，其结果自成未来的轮回。生是苦的开始，无生即无种种的苦恼，一切的善恶是由今生再制作出来。生只是一个转类点而已，故称之为生。注意看了有清楚吼，这个生啊，就是转生投胎的意思啦。那么是这个现生所做的业，那么当然所做的业啊，结果会感召未来的轮回啦。安尼注意明辨吼，所以你不要有轮回，绝对呢爱做个安怎，无做一切业。既然做足了一切业的当下，无业因灵会生在三宝呢？咱有问一句话讲啊，业不当不生三宝啊，爱不断不生净土啊，就是这意思。咱之所以有业呢，才会投胎转世啊。哦，所以讲你生的当下就是苦的开始咯，苦就是投胎来啊。为人来苦，做种种业，做种种业啊，感受种种苦的果报啊。当然，咱人也是无投胎转世。以空相应，解脱的状下，当然就无种种痛苦啊。总讲一句，一切善甲恶呢，这拢是今生所做出来一切业啦。听好哦，生也就投胎呢，只是一个转类点而已。这作用要记住哦。所以你的投胎的做人啊，只是转类点，啊，你死嘛是一个转类点啊。死嘛是为生的开始啊，好、哦、啊，你生就是死的开始，拢总是事实。所以生、死、死、生啊，无有知识。伊也要知识嘅，伊先决条件爱停止伊自业，业若继续佫做落去啊，不惊伊叫做没完没了啊，吼吼，无亏我啊。所以讲生简单讲就是专心。道性意思，那么因为头前有做了种种业啊，男女博感情，哦，博感情要男欢女爱，结果建立一个家庭，做种种的事业，开始业就去家庭里啊，家庭咧个地啊，你要构成来生个轮回因呢，哦，有这因感就果报啊，
三千投胎转世过无了后，又阁是开始做新的因，也永远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呐、啊，永远是铁链的呢，锁条条无有止息啊，所以有生死啊。好，固定好哦。生已经解说完毕了后，后边有一个脑数啦。既然有投胎来做人了后，决定会老会死嘛，何为脑数呢？来听哦，何为脑数？人生到了一个时期呀、啊，会衰老，由着衰老而死亡。脑数呢，正是一种痛苦无奈之事啊。不过脑数呢，不是真正人生的终止，因为还阁会转生到未来世，而又阁出生。再由无名去自业，由行而有了色，由色又过缘明色，由明色又过缘六入，如是颠转不息于十二因缘中，又过是脱离不了十二因缘城内，永恒不变在十二因缘中，过着凡夫如此轮回的生活，有道理无啊？相当有道理啊，那无道理啊，为何释迦牟尼佛讲了十二因缘，偌济人修十二因缘，开悟证果，转凡入圣呢？无量无边呢、啊？所以叫做有道理啊。那么咱凡夫众生都是无缘，接触这十二因缘来修证。所以呢，始终被十二因缘困掉、绑掉的，因此不能顿等生死啊。所以今天听这十二因缘了后，咱就要深刻去啊思考这问题。好啊呢，第十二因缘了解伊幻化不息，茫生心染尘啊，地顺生死轮回啊。伊讲啊，三个个脑数啊，伊讲。咱人既然生来伫这世间呢，总是有着期间而已啦。那么生了后，经过这儿童啊，青少年，少年、中年、老人了后，渐渐就衰老啊。衰老了后，必定要经过死亡的来临啊。那么听好哦，那么这老鼠食老来死呢？这是人生的一种痛苦无奈的代志啊，是不是啊？食老无规划，食老后了后，敢不是痛苦呢？目睭就暗钝啊啦，耳啊就中听啦，你讲话就提提老人的痴呆症啊啦，讲话未清楚，因此行路无方便，拐啊也伤病啊。五脏六腑伫遐循环变化，定定咧病苦啊！中西医呢伫遐医袂好，食袂好啊！遮医好上个遐，医者上个遮，定定咧循环痛苦的老人啊！所以讲，食老了后，就是一款痛苦无奈的代志啊！不过听好哦，那么这老死啊，唔是真正人生的终止呢？老了后死亡了后，不是讲后边无代志啊呢，还阁有代志的哦。因为你的业并无净化，你并无开悟证果啊，所以还阁有呢，会转生伫后出世，阁一期一期阁落去。后出世是毋是咱做人未呢？阁另外一个问题啊。这完全呢，伊生死的根源是倒位，伫这无名主业。哦，又无名造业，又个感觉有这个业识，又这个业识，又个感觉名识，又名识，又个感觉呢六入啊，又这六入呢，又个感觉呢，哇，爱处又一个落去啊，看按照水金古波呢，都袂当离开十二因缘就丢啦，因此呢，脱离不了十二因缘的状况。你永远不变的十二因缘所困住的，你就要过凡夫如此的生活，继续过轮回落去啊！
所以呢，三个老师啊，就讲啊足详细啊，就对啦。安尼就清楚吼，主人无开话哦。所以听这十二音面了后，咱来好好啊呢，家己沉思一下，坐当眠床头啊，想咱人生确实有影呢，投胎转世来人间，哦，清清菜菜个活活呢。二三十岁、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啊，也阁唔修行去等当时呢？人生，人生啊，无修行啊，后出世阁一期一期、一些一些成数咯，比十二一面困掉个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总共一句：十二一面有成数流转门，甲这立。幻幻灭门的两种呢？那么是什么个仙术流转门的十二因缘呢？有什么会叫做仙术流转门要转换为涅槃幻灭门呢？哦，总共一句，咱先来讲这十二因缘仙术流转的状况，这完全是凡夫啊，染尘生心，无明自业。随顺十二因缘皆流转呢、啊，故有成数啊。安尼注意清楚哦，这就是所讲的十二因缘，和困掉的、白掉的、生心染尘，因此地数呢，成数流转不息。这叫做十二因缘成数流转门呐、啊。好听哟、哦，我详细要解释哟、哦。啥物话叫做十二因缘成数流转呢？来听好，听好哦。何为凡夫十二因缘流转成数呢？就是观察五人千流不息轮转成数的前因后果。最初是无明，有了无明因行，有行因识，有识因明识。由明色因六入，由六入因触，由触因受，由受因爱，由爱因处，由处因有，由有因生，由生因老死。这是十二因缘生死流转的真面目。凡夫众生被十二因缘束缚。困住啊，不得解脱涅槃。十二因缘是连环交锁啊，连续不断，将因感果，果上又自因啊，由因再感果，循环不息啊。是故称为凡夫十二因缘生死流转门。诸位看了清楚吼。那么日本的三言两语呢，一合呢，做一口气呢，甲讲讲就对了。凡夫之所以生死流转呢，就是这十二因缘困掉的、绑掉的，哦，无明因识啊，识因呢，明识，明识因六入啊，就咧体连啊呢，一个交一个，一个交一个，一个交一个呢呐，吼、哦，十二因缘连环交锁呢。连续不断呢，吼、哦！因中感召果啊，啊果又感因，因果假条条呢？听有？就骗一个来讲呢。阿公跟阿嬷结婚，生咱阿爹阿娘，哎，因中有果，啊果中有因，阿爹阿娘佫生咱呢，啊咱后摆佫生后代呢，一代接一代，一代接一代。这因果一流落去啊！哎，为生命延续传宗接代，就是安尼啊。虽然凡夫众生无得脱离人伦道德的观念，始终伫这六道中，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五鬼呢，六道思想无个净化呢，永远比这儒家的思想、哎传宗接代思想白掉呢。因果循环，无有知识啊！叫做啥呢？连环因果交锁啊！你无顿顿感情，净化感情，
脱离三界，净化六道为正呢？始终你永远在做凡夫众生啊，生死流转无有止息啊，未停就是未停。哦，所以人道的观念要净化，无净化以上啊，卡家嘛在六道中。所以有人讲，我出家几日后无传宗接代呢？当然无传宗接代，这是好代志啊！你在点都紧张了嘞。哎，你生囝，囝佫生孙，孙佫生呢，怎啊孙类呢？代代相传类。那么你如果无开悟正果，这延续类呢，拢总是生死交手了。伊就讲啊，真清楚滴啊。那就是传宗接代来讲哦。啊，那如果呢，主业呢？哎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中有果，像铁链安尼锁条条呢啦，高条条，未开就是未开。那十二因缘就像铁链的同款呢，生死流转呐、啊，都、就是这好不定好哦。刚才是讲十二因缘生死流转的状况呢，今麦咱要讲。顿顿十二因缘，为无明甲泡破，无明净化，无明来净化了后，色就净化，色来净化了后，形就净化，一日一日一净化，一日一日净化就丢了。那么要顿顿十二因缘，大家呢圣人修十二因缘，得到这涅槃幻灭呢，如何一番呢？来，咱注意听好。何为圣者修十二因缘得涅槃幻灭门呢？就是以逆境的方式了断十二因缘，也就是逆观幻灭门，以证悟无生的实相，正观因缘所生法，法法皆空，无有自性，不计后端呢？当下自性解脱，首先正观无明空性不可得，无明灭除了后，行就消灭不起，行灭明色也灭，明色灭六入也灭，六入灭触也灭，触灭受也灭，受灭爱也灭，爱灭。处也灭，处灭有也灭，有灭生也灭，生灭老死也灭，如是环环皆破，高所无住性空，对着诸法不染尘生心，依空空性相应，涅槃解脱，当下现前。哎，你注意看有清净哦，哦，讲得非常的明白咯。这总共一句，那么圣人修这十二因缘，大家呢涅槃幻灭门呢，有一个方法的，就是用这个逆境的修持方法啦。哦，无明甲顿顿，哦，无明甲顿顿的时啊，你所讲的这个呐，行就灭。行那边呢，色就灭；色那边呢，六入就灭啦。一层一层一直灭落呢。我刚才讲一个譬喻，足水的啦。火车头那超正伫铁架路顺顺啊行呢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哦，啊那火车头离开铁架路呢，后壁所有车就拢啊变啊。那么无明那边呢？你就有法度进入圣人的道上去。那么无明那灭无灭呢？安尼永远伫凡夫六道内底循环不息个。干那讲个道理呢？总共一句，以上个逆境的方式来了断十二因缘，也就是以逆观幻灭门来证得啊无生的实相。因此呢，正观十二因缘。法法皆空呢？既然法法皆空，无有自性的当下，不计后端呢、啊？当下咱自性的清净心就现前。
都无这无明形式、明式六音呢控制掉呀。当下涅槃解脱的意境就现前呢。哎，来做见证吼，好，固定好哦。以上所讲就是甲这十二因缘涅槃幻灭呢，以及着啦生死流转呢，甲最简单的介绍甲遮呢，全部结束。那么下面呢，《楞严经》有一句的专有名词，咱来解说一下哈，注意听哦。伊安尼讲咯，言断性性，十二因缘断除了后，就会显出呢超性的真心实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你若修这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全部顿登净化了后，当然就显出呢庄严殊胜的真心的实性出来啊。换一句话讲，梦想意识全部净化，咱清净光明殊胜的本体呢，就显露出来啊。就是讲这道理啊。啊，十二因缘不能净化呢，卡鸡毛贪嗔痴三毒牵颠掉的。因按照凡夫愚痴的生活落去啊，好，免甲干这所在呢。过来哦，后边个一句叫做“性妙现完”，“性妙现完”什么意思呢？来，咱详细解说一下，注意听哦。性妙现完，殊胜妙用的智慧，彰显圆满之际。观世菩萨化现成修十二因缘觉悟的圣者身形，为因讲说因缘法，使令有学的幻觉行者解脱烦恼的苦患，而证成幻觉的高位。安尼注意看了有明辨吼，意思性妙现完，就是讲。这人去修这殊胜，哎，的智慧啊，那么将近要开悟正果的边缘，已经去圆满了就对了。但是还没圆满哦，无法度个突破哦。那么大慈大悲的观世菩萨呢，哎，伊现前啊，伊就现出呢一个已经修到十二因缘，已经圆满的一个圆觉性的圣者，大家从啊呢，为伊啊。有一讲说因缘法啊，使用这个诱惑的这个幻觉性的行者呢，来解脱伊的烦恼的忧患，使令伊呢正成幻觉的高位咧。安尼叫做啥？性妙现完的意思。安尼注意有明辨吼，好不听好哦。后边这段最要紧的哦，听好下。生死空性。当下即是涅槃，缘起法是相依相成，而无有自性；极无自性，而因果宛然存在。所以以即空的缘起诸法，安立世间事相，也以即有的缘起性空显示出世。哦，这道理真深啊！那么咱来了解，生死当下空性，生死就是涅槃。涅槃不能大家空性，涅槃当下就是生死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呢，圣人看生死就是涅槃，凡夫看了涅槃，涅槃就是生死，因为不明生死涅槃当下空性嘛，伊不能了解这道理。那么听好哦。缘起法呢是相依相成的事实啊。缘起法对一人物件不是空性呢。那么空性是空性，显示出诸法出来啊。啊，诸法又果是空性啊。所以空性并无离开诸法的缘起，啊，缘起的诸法当下又果空性，佮相依相成呢。在这了解诸法的缘起空性当中，大家呢出世解脱。好、哦，在出世解脱的当下，如果显示呢因果完全的存在，
这是空有不二、殊胜庄严的一面呢。注意，搁听哦，搁听哦。正见十二因缘，空无自性，即是涅槃出世哦。顺流十二因缘，不知其性本空，染尘生心啊，即是生死流转啊。安尼就有了解无？稍微解说一下。如果你在修道过程当中，能了解十二因缘，当下就是空无自性为止啊。当下呢，生死当下就涅槃啊，也就是涅槃现前就对了。反倒等下讲，你随顺十二因缘，无了解十二因缘、十二机、十二困性呢，当下就是空性的。佮又佮染尘、佮生心的当下，你生死当下就流转咯。哎，你明白哦？所以生死跟涅槃是问伊到底有五力诸法空性有无？五力空性是名生死即只盘呢？如果呢，若无五力即个空性的道理，你涅槃当下就是生死。所以生死涅槃是问伊空不空而已啊！这个问题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注意听好。那么现在咱甲十二因缘全部介绍完毕啊，下面继续阁讲《楞严经》哈。那么《楞严经》经文也咧讲咯：欲诸有学，必须提空，修道入灭，性性现完，我以彼前现性闻心，而为说法。令其解脱。那么这段不然明白啦，咱注意要了解，这段就观世音菩萨呢，伊现出这声闻心呢，要度这个将近要证成声闻果位的诱惑声闻性的人。换一句讲，修这苦集灭道，将近要证成四果，又果还未到。一边缘当中呢，观音菩萨就出面啦，有一公素性地和这个声闻性人呢，证成四果阿罗汉就对啦，讲出这个道理啊。好，咱念做白话哈，注意听哦。如果有修学声闻性的人，五地苦集灭道素性地的空理，修习圣道。将正入涅槃的圣境，超胜的空性智慧，彰显圆满。我就会在处人的面前，现出声闻之心，为因说法，使令因解脱烦恼的苦烦。这段就讲这道理了。总讲一句，有这个声闻性的人，修这个苦集灭道殊胜体的道理啊。那么修到将近要开悟正果，进入四果阿罗汉哦，伫遐脱袂入去，说袂入去，观音菩萨就出面啊，伊就出现伫这人的头前，现出呢结果的声闻性，然后有这诱惑的声闻呢，讲这苦集灭道道理啊，和这人同款正定呢四果阿罗汉的境界啦，伊的道理在这所在。好听好哦。那么声闻心，声闻心，啥物有个声闻心呢？来，咱注意个解说下，听好。声闻心者，声闻是听佛说法而开悟的人，听闻佛说殊胜体而证悟阿罗汉果位的圣者，安尼叫做声闻性呐。你听好哦。从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，然后证悟四果阿罗汉的圣者，咱称呼叫做声闻心。好，佮听好哦。后壁这段足要紧，注意听下。佛教的根本思想，
就是以四圣体为主体，由了原始佛教演化为根本佛教，也就是小乘的佛教，再由小乘的佛教演进为大乘佛教，这一切演变都不能离开佛陀根本的法则，那就是呢，科技密度的四圣体。嘿，你听无？佛陀教法呢，较安怎演变都袂当离开科技密度四圣体啦。那么佛陀当初为这个五比丘呢，讲说四圣体，那是原始佛教的最当初啦，也就是根本佛教的教典。有五千五个小乘的佛法啊，那么小乘佛法搁演变到大乘佛法会流露出来。为这个根本佛教演变是小乘佛教，小乘佛教演变大乘佛教呢？那么拢总袂当离开佛法伊的原则，什么原则？科技密度啦！佛教安怎人偌圆满呢？拢总袂当离开四圣体道理。安尼最明辨吼，好，固定好哦。咱现在要来解说呀，这四圣体哈，注意听哦。四圣体又名四真体，即是苦体、集体、灭体、道体，是大小乘佛法的依据，是正行四圣的根本真实道。哎，注意听有无？从四圣体又称我叫四真体啦。四真体就是苦集灭都称之为四圣体。大圣经典、小圣经典，拢总袂当离开呢。这四款的道理啦，体就是道理意思哈，以及体就是道理意思。那么你要成就声闻、缘觉、甲菩萨、佛的四款的境界呢，搁是成就四圣呢，拢总袂当离开四圣体的道理。如果有迄个地主要证成四圣呢，讲脱离四圣体，安尼皆为魔术。所以有法度成佛、成阿罗汉、成菩萨、成圆觉呢，爱修苦集灭道的经过就对啦。迄就是证证哦。好，咱现在呢？一站一站，把这苦集灭道呢，一条一条提出来，家注意讨论下。那么四圣体，这个苦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来听哦。何为苦体？是说明人生多苦实相。人生有三苦、八苦、二十五苦，有无量诸苦。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事实啊！你注意听闻吼，简单苦。苦是咱生生世世多生累劫以来所做无明业因，因就感召出来所受的苦的果报啦。换一句讲，果是为因来，无因就无果啊。你现在所有拥有的三苦、二五苦、无量苦呢，拢总是你生生世世所做的因来。好，我会定讲一句话啦，何必当初啊？当初若无做了无明的业因，今日哪来受种种无明的苦果报呢？有道理啊！总讲一句，这个苦体，体就是真理。释迦有做讲出人生受苦的道理，互你听。好、有因哪会苦？苦有成因的啊。好、无因哪里有果啊？讲这道理互你听。人生讲苦呢，确实真艰苦啊，注意。所以我连想到这個、佛祖的微教经呢，有跟你讲啊，咱听好哈，互听得个真亲切哦。伊跟你讲，佛微教经言。世尊，月可能热啊，日可能冷啊，佛虽四体不可能圆啊，
佛虽苦提实苦，不可能乐啊。那么有看到无啊？这就是阿那律尊者呢，伊甲释迦牟尼佛安尼讲，讲释迦世尊啊，释迦世尊，哪怕日头会变烧变热呢，月亮变热，日头变冷啊，那么听好，释迦牟尼佛你所讲的苦集灭道的殊胜的道理，绝对永恒不变。未变样就对啦。释迦牟尼讲人生苦，人生确实苦啊，无可能苦讲变快乐啦。爱听有无？就哪阵讲月亮，伊讲会变为热啦，是无可能。讲这个日头会变冷，是无可能嘛。那么释迦佛祖，你讲的这个苦即灭道道理呢？这真理是永恒不变的。讲到人生苦。确实苦啊，无可能人生苦呢？你讲就快乐去啊，一颠倒啊！吼、哦，伊讲这话真甘心啊，有影无啊？当然有影啊！世间本来是苦多乐少啊，痛苦代志较侪，快乐代志较少啊！哦，世间，哎呀，是苦啊！你毋捌听世间人讲一句话？人生像苦海啊，苦未尽，苦未了啊！你唔相信吗？你看这社会就好，社会上人偌济人咧对这股票啦，像股市对股票啊，然后在一天一夜当中，有哪多几千万呢？哎、哦，几千万的啊！请借问你钱财含落了后，切落了后，你看你笑出来未？股票倒落当中，你笑出来未？人生啊，苦啊！当夫妻伫遐恩怨战争啊，伫闹分别啊呢，啥物人笑会出来啊？苦啊，真正苦啊！公婆之间哦，婆婆跟媳妇之间呢，伫合袂来，合袂来啊！定定伫冷战热战啊，定定伫遐呢。哇，吃大细顿啊，顿底签啊，哦，吃垃圾站啊，请这问你笑会出来未？好、哦，面拢忧落去啊，面拢裂落去啊，敢笑会出来？人生苦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，当你和人无理要求，给痛骂一番的时啊，你受委屈的时阵，你笑看出来未？苦啊，笑未出来啊。迄笑哦，足未自然的啊，是毋是啊？所以人生就苦海安尼无唔对啊。当你发生车祸时啊，一家伙啊陷入这困境的时阵，哦，老爸断脚断手，哎，老爸老母送兄弟姊妹送断脚断手，等候你残废的时阵啊，变成植物人的时阵啊，啥物人笑会出来？人生进入陷阱。陷阱时阵啊，看你笑出来未？苦啊，人生是苦啊，何你笑咧？甲地也足未自然的呐，是不是啊？无唔对啊。那么你一世地人当中都病苦啊，体弱多病呢、啊，一只食中药，一只食西药呢，大家咧灌药膏啊呢，哦，伫家属路伫转药啊呢，哎呦，你笑未出来啊？人生苦啊，是不是啊？无唔对啊！一场的火灾内底，哇，一家伙啊，火种伫火库内底啊，你看笑出来未？笑未出来啊！当你好，就当你左囝，你爱女呢，被人强奸强暴时啊，看你左囝笑出来未？苦未了啊！当恁家的人哦，被人。凶杀暗红太死时啊，看你笑出来未啦？当恁家和这大贼哥抢劫的时，看你笑出来未？当你用刀票的时阵，看你笑出来未？人生苦啊！甲你讲，人生苦，记未完，说未尽啊！所以人世间人讲，世间是苦海无唔对。咱有经嘛讲一句话啊：
三界如飞梯啊！哦，上有生老病死忧患啊，如是定位啊，即然不息啊，无唔对。三界内底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无了时啊！哦，拢是受苦的所在。那么，咱来当修行当中，透视过三界无安，犹如飞梯呢？这人的道心渐渐会成熟，所以上惊这人来来去，要讲颠倒话啊！明明世间都苦多乐少呢，伊都要硬要钻，这人呢，佛祖啊，哪伊无办法呢？这人唯有继续呢，佮作业，佮受生死，佮轮回落去啊！不然的话者呢，千经万论对你讲，人生，人生嘛。就生生世世自业来啊！既然自业来，随业来，对一个开化呢？吼、哦！我拄仔无讲一句话，业不当不生三宝啊，对唔对？无唔对。人生投胎就是自业修，随顺这业呢，佮投胎转世啊。那么既然受业来投胎转世，无快乐可言呐、啊。痛苦事较侪就对。那么，较早有一对夫妻啦。那么太太呢？哇，你电话卡咧讲啦，讲因翁婿呢，外口呢佫包持有女人啦。人即马讲叫做金屋藏娇啊。那么伊个囡仔也已经有七八岁啊哦，甲因太太暗砍掉的。那么等到因太太已经发现的时啊，囡仔七八岁啊。翁婿呢，伊就甲要求讲要离婚啦。翁婿不但唔爱互离婚呢，佮控制掉伊，逼伊去安怎？去卖肉。哎呦，主你想看咩？啥物叫卖肉呢？就卖春就丢了。那么，人讲做乌龟就丢呢？这个钱伊嘛赚下来，伊嘛是用下来呢？伊翁婿嘛用下来啊？哎呦，佮无法度呢，来甲伊是安怎？来甲伊离婚？因为翁婿是乌堆啊，吼！注意你啊，这个、痛苦无啊？痛苦唔知要安怎讲咯。所以像这个代志呢，真正到处拢听会到啊。所以人讲到世间的烦恼事啊、痛苦事啊，你毋捌听世间人讲一句话啊？家家有难念的一部经啊，这句话是千真万确啊。所以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，爱体认佛祖甲你讲话无唔对，世间确实苦，不可能易啊，不可能乐啊。我说苦提是苦，不可能乐，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所以呢，咱活世间内底呢，既然知苦了后，咱就莫沉浸伫苦内底，爱了解苦根源。了解苦的前因后果，将这个苦的根源甲悟起就对了。然后安怎离苦得乐啊？所以咱佛门是一部离苦得乐无上大法。那么你知影苦了后，佫又沉浸伫苦当中，无想要出离苦，浸伫苦内底，永远都苦未了啊！所以世间人对一个袂晓讲呢。大家明讲，哦，人生苦，人生苦，可是永远浸在苦当中，无想要了解苦、认识苦、透视苦，然后呢，彻底呢，连苦根源甲抠起来，离苦得乐啊！世间人都唔安尼想过，干阿明讲，人生是苦，苦甲会出汁，苦甲有通味，哦，苦甲呢，三代拖拉机呢，七工七夜载未了，好、哦，伊比你较好讲就对了。可是啊，伊知影苦了后，伊并无咧心要修行来脱离苦海啊，这真是真悲哀代志呢，无唔对啊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，爱好好啊呢，人生伫世间无偌久啊，爱好创造机会，互家己靠机会来亲近佛法，好听经文法来修行呢。所以在要结束以前。我就念四句偈啊，看大家共勉一下呢。伊安尼讲啊，
知识真像网里脑啊，虽然倾向书真修啊，莫待脑内方学多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啊。你最有听到无啊？意思就是讲，知识真像网里脑啊。自古以来，中外古今，人人都拢计无用，计无用，计无用啥呢？无用伊个头脑，伊个事业，伊个种种个社会代志、国家代志，咱无个好人，伊真无用。知识真像网里脑，大家无用啊。虽然倾向书真修啊，啥物人愿意呢？向着修行路线来修呢？哦，已经遐尼智慧咯，人世间人讲将近观察两尾一半呢，伊还阁唔知啥个佛呢？啥物叫做佛法呢？人个修行出家啥物意思？伊拢总无去探讨，无去了解者呢？有快那无快呢？虽然倾向书真修啊。莫待老来方学佛啊，唔通等候老来呢，做咩学佛啊？等候学佛的时阵啊，强强的未扶持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后边这句话佫更加愈精彩。伊讲啊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啊，你会看，迄骨头头内底，无我玻璃看，少年啊占一半较紧呢。所以世间人讲啊。观察是第四人，但是伊并无甲你表明一定第是老多人呢。少年一大堆呢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啊，莫待老来方学佛啊，孤魂都是少年人。这是完全是甲咱警惕、甲咱警告、甲咱勉励、甲咱启示咱，赶紧的哦，创造机会，得着机会。好家己有机会呢，来学去修行啊！成事爱办啊，爱转凡入圣，开悟正果才对啊！不然何止啊？人生呢，投胎转世，后出世够稀罕个人呢？你注意清楚吼！哇，那清楚呢？时间又到咯，会见哈！那明仔在《楞严经》呢？第74天，同一时间再会。